假如牙膏变得特别怪。爸，我回来了，老儿子穿越回来了，眼睛不舒服呀、啊？外面风太大，迷眼了。爸，给你看看。哎呦我去，爸，你嘴也太臭了吧！不能啊，我早上漱口了。光漱口能行吗？你得刷牙。刷刷牙？咋了？这个世界禁止刷牙了？牙膏变得特别贵了。啊、这个系列不是完结了吗？粉丝朋友们想看就更一期。为这事儿，我特意偷开了你的时光机。开我时光机干啥？废话，不开时光机能穿越到牙膏变贵的世界吗？那这牙膏得多少钱呢？我们这个世界，一只小小的牙膏都得5亿。前两年，比尔盖茨买了一只牙膏，特意建造了一个牙膏基地。牙膏基地？对呀、啊，500多号保镖日夜巡逻，只为了这只牙膏不被掠夺。为了这牙膏，他是煞费苦心的。那可不，谁有牙膏不迷糊？爸妈，有我你们不用发愁，从此咱家牙膏自由。这孩子又说胡话了，你们别不信呢，打开我的包，里面有牙膏。没想到吧？我从来没有见过，这满满的，一起来，带有淡淡薄荷香气，清新口气，非常给力，能给咱家带来巨大收益的半管牙膏啊！我还有好多种类呢。我家明天也整个牙膏基地。